至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，我愿代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全体馆员，通过你们这个平台向我们的华人华侨拜个年。在这里我要祝大家在新年里阖家欢乐，身体健康，事业有成。在这里祝我们的欢乐春节活动圆满成功，新年快乐 and Happy New Year and Happy New Year， 新年快乐。各位观众，祝大家马年进步，心想事成，恭喜恭喜。祝愿各位 ICN 国际卫视的观众朋友新的一年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恭喜发财。希望2014年可以让大家带来更多的幸福快乐健康。祝你们新年愉快，龙马精神，身体健康，这个来年赚大钱。 Happy New Year， 恭喜发财。我代表本人感谢国际卫视一直以来对总领馆的支持，通过国际卫视向美国的华人华侨留学生还有所有的同胞拜年，愿大家新年快乐健康如意。马年就要来到了在这马年到来之际呢，我们国际卫视呢有一台非常丰富多彩的春节晚会，我们预祝这次晚会顺利成功，圆圆满满。